这个的话量力而为，可以做到时效的关系。这个参考是南半球景的运动，缓慢的抬头。沟沟就比较不容易下沉，自己去离上，因为老年人的那个分布的，让它可以拉到就是前部的肌肉，那这个也是量力而为，你可以做多少就可以做多少。好，再来就是头来左转，右转摆正，可以把筷子稍微上面上一下，摆正。好，这是在两侧的肌肉维持姿势很重要的一个动作。接下来我们来做股塞，好，模拟触手的动作。好，股右夹，股左夹，好，同时两边等于像缩口的动作。好，这个可以增加我们夹骨的肌肉力量，还有闭嘴的动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舌头活动，好，往前伸，往后卷，好，舌头顺时针旋转，好，转回来，逆时针转回来。舌头向上，舌头向下，舌头向右，舌头向左。好，谢谢。